是开心上去的。人多吗？人多的。就是但是到不能走塞车。但是其实相比以前来讲，算是少。少很多了。现在人比较，你们真的塞车，不敢那个人家。反正没有那么没有想象中的塞。像那个我们业务本来他也是说他朋友要约他去那个金钟小琉球。你塞就算了，如果你塞，你是在做不慢慢塞完，车子还是，如果从南边去塞完，那后来我们隔壁邻居说他先去吃那个，他说他从东光路开到那个交流道就开三小时，可能天气不好，他就往返了。那个小琉球好像还蛮多人去玩，没有去小琉球，我们好像我跟舅舅没有搭。我是很久以前都没有去过，我是去过一次，去过一次。我听说现在的民宿还有吃的很多，变多。我看那个，我去的时候还算比较原始。那时候哪里有海鲜？对，我们对，我们也没有。早上，什么时候开始吃的？我觉得应该一直都有，你说是说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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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跨年我跨年前就回来，跨年的话住宿很贵，好不好？阿姨在过年还要去吗？过年还在想，过年还在想，但是出国也贵，而且旅游也贵，就想说，我想明年出国更好。我想来看看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东部书院，看到吧？我讲一下，他卖的越贵，你就会觉得贵吗？以前看那个机票六千块，现在都是一万了。像啊，像不回来了。我们上次本来，我下礼拜三要跟他，对啊，你说要飞那个，跟他飞日本吗？对啊，飞东京啊。我们就是半自由行，前两天第一天晚班机啊，第二三天去青浦镇，然后四五就是自由行。对，因为他很穷，他已经去过三次，他很会搭这个。啊，那好了。在东京搭地比较方便，我们去本来是全部都是。